将近一年的时间哈，每天早上哦，都是6点多，我们信法香完毕，他就到了。哎，现在早来了。哎，公婆在吃饭，拢吃爱流煮的吼，足泡面。伊做这落落拢无起来做，甲顿才下地甲叫孙兄，你好顿啊，你也无吃饭哦。化疗、电疗这些的后遗症，现在就是经常会晕呐、啊，所以他走路有当时也被问，他讲话他会觉得他很费力，他会喘，对。个太太也是自杀了嘛，她有忧郁症也自杀了嘛，所以她也一个孤苦伶仃的。说实在也好在有那个阿希亚，阿希亚老板这样子陪伴着她。哎，我操！30年了啦。这样子、哦、以前我做建筑嘛，他做砖的嘛，哦、他以前搬了几公斤呢，以前水泥可以抬3包哎、哦。第一次知道是大海的时候，嗯、朋友跟我讲，我去看他。嗯、现在真的很感谢我们慈济啊，现在我就不用付出金钱了，以前是要，以前他只要住院什么都是我在处理。哦，他这里哦。就刚好住斜对面而已啊，常常会拿慈济月刊给他看，然后里面就有什么做环保啊，他现在会要求我说，有月刊都拿给他看。金色那边做的那个有22位来对五谷粉，这头已经拉拉嘞泡泡七七个，你才用这光啊顶。我来当地上班。如果我脚无力，袂当骑啊。脚踏车较安全，然后较无车。我毋捌坐时间超20分左右啊吧。冰冻的，重要的，再未冰冻的就更烦恼了。